古语话，天下大事，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。春秋之争，五霸争雄，战国之时，七雄并立。纷争战乱五百余年，最后统一于秦。秦朝灭亡之后，楚汉之争又起，而最后又统一于汉。东汉张和二年，公元八十八年，年仅十岁的汉和帝即位之后，利用宦官的势力，一举击垮了窦太后及其兄长大将军窦建。宦官直接参与朝政，这个就是东汉末年宦官干政的开始了。万岁万岁万万岁，万岁万岁万万岁。其后数十年间，宦官弄权，争斗愈烈。汉襄帝、安帝、顺帝、冲帝、侧帝、桓帝、灵帝等皇位更替频繁，朝政日益衰败。加之地方豪强横征暴敛，兼聘土地，和年年的天灾，令到平民百姓在饥饿和死亡线上面挣扎。上万的饥饿人民高举义旗，挺而走险。终于在光和七年，公元一八四年正月，爆发了黄巾起义。起义军焚烧了官府，杀戮官吏，占领城邑，战火迅速蔓延。十天之内，天下响应，京师震动。陛下，黄巾势大，朝廷兵少，应诏令各州自己募兵守备。就依大将军啊，还需派将统兵征剿。准奏。谢陛下。两只，好靓两只。有报告喎。咩事啦？幽州太守刘焉报告四方百姓，今黄巾欺君罔上，最终造反，近又犯我幽州地界，残害生灵，荼毒百姓，为防州府郡守备之不周密，奉天子明诏，招募四方精壮之士，从军守势，保境安民。大丈夫不为国家出力，反而在此长叹，何为大丈夫啊？
开始咯！开！张桃芳，张桃芳，啊，嚟啦嚟啦，啊啊，大爷，真系唔好意思啊，今日怕啲猪肉卖唔成，你咪喺度咯，快啲猪肉俾我啦。士头唔喺度，我点攞肉啊？我唔领多，你系卖肉嘅，我系买肉嘅，有钱就要卖俾我，快啲叫张桃芳嚟，快啲。哎呀，你去叫啦，我唔够胆。咩话？一个汤猪嘅仲喺度摆架子，仲叫我叫佢？兄弟啊，做生意嘅。而得有人幫襯啊嘛，賣俾佢啦。係嘛，賣你就賣得啦，我唔賣得啦。嚟啊！我話你知啦，肉咧就喺井裏邊，不過我啊攞唔到啦，點攞出嚟啊？搬開個網，咪攞到肉出嚟咯。搬開個石磨，我話你知啊，我哋東家早就有言在先噶啦。边个搬得开个石磨咧？井里头啲猪肉啊，俾晒佢。搬啦，搬啦，搬开咗啲猪肉啊，系你噶啦，快啲搬啦。咁样你哋东家就会蚀晒大本噶啦噃。啊，算啦算啦算啦，搬唔开个石磨，唔喺度讲咁多嘢啦。理得我哋蚀本唔蚀本啊？真系。行开。哎系啊，搬一搬啊！哎呀，好汉，出嚟啦！哇！搬啦，唔好做。搬啦喂，哎，搬啦喂，哎，搬啦！哎呀！哇！喂喂喂！喺边度？放翻原位啊！哇！好嘢，好嘢！咪行住！啊！壮士，大爷有咩吩咐啊？有咩吩咐啊？你切碎啲猪肉一件件分俾大家。哦，分啊！分啦，咁认罪。啲肉系我嘅，要你分就分。哦哦，系分啊分。哇！嚿猪好新啊！哇！大家嚟攞猪肉啦！嚟啦嚟啦，你啲猪肉系我嘅，大家即管攞。我想买肉，你就攞钱嚟。啊！佢哋攞得，点解我唔攞得咧？吓，壮士，啊，点解啊？就系嘛。俾啦，俾啦，快啲！俾钱，俾钱啊！俾钱，俾钱，啊，壮士，俾钱，走啦。就系佢啦，喺度就好啦。好靓嘅绿豆，帮衬下啦。
你啲唔系绿豆，系豆粉嚟。我做生意货真价实，系豆粉，系豆粉，你啲系豆粉，系豆粉。你系嚟买豆，因为嚟磨豆啊！唔买就唔好乱喐啊！哼，点你嘅粒豆，你又咁心赤？你攞我啲猪肉派俾人，咁啊算点啊？咁啊算点啊？你系撩交打？哼！我就是要打你，打他，打他，打他，玉成大师，呢两个人岂不是好帮手？果然出手不凡啊！好汉喎！两位壮士都身怀绝技，武艺惊人，佩服佩服啊！不敢当，不敢当。哎，呢位壮士先头举我只不过是听讲的，我是特登赶嚟亲自领教的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我还以为你来追猪肉钱啊。哎，射小猪肉何足挂齿呢？行，请两位去我庄上面饮酒聚谈。就快落雨了，正好借此一避。请啊，请请。我姓张，名飞，字翼德，平生最中意结交天下豪杰，今日行会两位壮士，甚觉意气相投。哎，请请请请请请，嚟人啦，上酒。我姓关，名羽，字云长，河东解良人。饮。嗯，在下刘备，刘延德。请来，为你我三人萍水相逢，一见如故，请啊。来坐坐坐啊，坐来。来，我观两位皆非常人，而家黄巾猖獗，天下大乱，朝廷无力，群雄并起，不知两位壮士有何打算呢？关某是劳家懈良，因为看不惯豪强欺压乡里百姓，一怒之下杀了他，从此之后亡命江湖，到现在有五六年长了。想我关某空有一身本领，却只能够落得天涯漂泊，报国无门。杀人是怎样？我张飞恨得枉杀尽天下的恶人恶鬼。唉，
今日喺城门口见到募兵告示，关某有意报告从军，日到日长，效命疆场，就算系马革裹尸，亦不枉男儿七尺之躯啊！好，大丈夫正当如此，我同你一齐去投军。你话系唔系啊？你都同埋一齐去投军啊？唉，你何必作此长叹呢？唔通话大丈夫唔应该为国效力咩？唉，而家正值乱世，乱世则必出英雄。好似你两位咁样嘅英雄，正系用武之时，何必非要屈身受制于他人呢？岂不闻时势造英雄，英雄亦识时也？而家黄巾造反，天下响应，朝廷诏令各州郡暂无乡勇守备，系因力不能及，兵贵将乏，且有还党祭肘之故。然而如此一来呢，必将造成地方豪强割据之势。黄巾平定之日，必系群雄崛起之时。嗰时域中竟为谁人之天下，仲尚未可知啊！听君一直话胜读十年书，佩服佩服。唉，我系个汤猪佬，唔识咩叫天下大势。你话我哋应该点做啊？唉，你呢个人啊，咁笠我噶？唉，有一个人原系汉室宗亲，佢个祖先中山靖王乃汉景帝第七子，后嚟因祖上逐鹿亭后冇按期交纳酬金，被削去爵位，其中一支族人就流落到呢个涿州县界，现定居于柳桑村。柳桑村，我知道。那条村有棵千年古桑，树高冠大，柳桑村就是由此起名的。我还听人家说，那棵古桑庇护的人肯定会出贵人。是啊，我都曾经听过这样的话。不过到了第十八代贤孙身上，反而落得家徒四壁，一贫如洗。此人贵为帝胄，点解唔想光复祖业，重振家风啊？佢十五岁游学四方，寻思访友，常想上报国家，下安黎民。而家佢已经系二十有八啦，仲系一事无成，到头嚟咧，只能够胸怀壮志，心中的泪啊！你话嗰个人系边个啊？不敢相瞒，正是在下。啊？啊？点解你唔早讲啊？原来贵人就喺面前。刘兄，你讲啦，我张飞应该点做？讲啦，我想招募乡勇，讨贼安民，只恨财力不足啊！诶，咁有咩咁难啫？我大把身家，愿与公同举大事。此话当真？我向你说一不二。好，嚟。但事不成善，
独木难成林啊！我哋势单力薄，如蒙不弃，我愿相随。两位英雄真系雪中送炭，肝胆照人啊！请受刘备一拜。刘兄，刘兄，唔好咁样，唔使咁样。为徒大事，我飘零半生，苦苦寻找志同道合之人，直到今日，途尽狂沙，此剑真金，天可灵剑，将两位英雄赐予刘备。备，欲与两人结拜为生死弟兄，唔知两位意下如何呢？我一早有咁意思噶啦，三人一条心，黄铜变成金，有你带住我，大家一定能够成功噶。关某虽一介武夫，亦知忠义义字，正所谓择木之禽，要妻良木；择主之神，要遇明主。关某平生之愿足矣，从今以后，关某之名即系刘兄之名，关某之躯即为刘兄之躯，但凭驱使，绝无二心。我都系一样。我誓与兄患难与共，终身相伴，生死相随。我都系一样。有如此言，天人共禄之。我都系一样。大哥，大哥，二弟，大哥，三弟，三弟，二哥，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。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。
有三位相救，李靖铭记不忘。敢问三位英雄现居何职啊？我等俱是白身。白身？大哥，你唔通？唉，真系冇鬼用。三弟，唔好烦大哥啦。立咗咁大功啊，净系俾安理院少少嘅院位，嗰个孙京啊洗人情，封咗个别部司马，凭咩啫？我睇呢个朝廷啊，要做佢反先得啊！三弟不可胡言，佢系朝廷命官，不可造次。仲有董卓个衰人，寸功未有。反而封咗高官，仲咪结交朝贵、贿赂十常侍得嚟嘅官。嗰日喺战场啊，你睇下佢衰样啦，丢盔弃甲，净系识得逃命。如果唔系我哋救咗佢啊，哼！如果系我嘅话咧，一早我杀咗佢啦。大哥，你点解唔出声啊？三弟，你是本院的院尉是吧？是。叫什么名字啊？刘备。哦，刘备。是什么出身啊？孝景帝贤孙，中山靖王之后。你是汉室宗亲啊？是。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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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是失敬失敬啊！不敢，不敢。既然系汉室宗亲，
快啲坐低先至倾。谢常差。刘备啊，你既然系汉室宗亲，点解净系做个小小嘅远卫呢？官职不论大小，皆为朝廷效力啊！啊，何人举荐你做此官呢？自夺郡起兵，剿戮黄巾，历经大小三十余战，略有微功，故得此职啊！啊，你喺朝廷嗰度要揾翻棵大树先至得啊！大树底下好乘凉啊嘛！咁话又讲翻转头啊，如今喺下边做官容易，喺上边做官呢难啊，想办翻啲事呢都要攞钱往上堆啊。我为官清正，与民秋毫无犯。秋毫无犯真系咩？不敢欺骗常差。既然刘远卫如此自信，本官咁就要查一查先得啦。诶，大哥，点啊？督邮有冇为难大哥啊？哦，咁就冇。咁就好啦。诶，佢有冇索取贿赂啊？言语之间已露微词啊！维兄呢就同佢嚟个装傻扮聋，不明就理。我与民秋毫无犯，边有财物俾佢啊？哼，就算有钱啊，都唔俾佢。睇下佢点。刘远卫，督邮有请。咩话？督邮？似世虾人啊？唔系。督邮有请，必有缘故。仲是小心啲好啊！言之有理啊！督邮此行不善，哼，但去无妨。尹长、三弟，你两个在家等候，王院你请。你叫咩名？刘备。系何出身？中山靖王之后，孝景帝贤孙。大胆！你够胆冒认皇亲？不敢冒认。仲敢嘴硬？你点样得到呢个官职噶？使咗几多少钱？快啲同我招出嚟！我自夺郡起兵，剿灭黄巾大小三十余战，颇有微功，故受得此职。你仲够胆虚报公职？未曾虚报。哼！本官呢次就是要清查你这些贪官污吏的。常差请查。你退来先，等我查出你的劣迹就会来找你的了。告辞。刘备这个人都挺棘手的。督邮，俗话讲，贼咬一口入骨三分。督邮放告三日，在这三日入面呢，凡有对远卫不满者，有冤者，有贪赃枉法、选公肥私之证据者，皆可出堂出手啊！督邮大人为以等作主，不必害怕哦。啊，听清楚未啊？有仇的报仇，有冤的报冤啊！大人啊，刘元伟到任以来，与民秋毫无犯，爱民如子啊！
实在系冇劣迹噶。系啊系啊，你哋话系冇劣迹嘅，系咪佢私下要挟你哋啊？冇啊冇啊，真系冇噶，真系冇呢回事噶。哼，大哥，呢个督邮分明系揾事嚟做嘅啫，等我打惨佢死，抛佢出去安理院。得唔得？咪乱嚟啊！系打又唔得，闹又唔得，真系激死我啊！三弟，你去边度啊？我成肚气啊，出去行下得唔得？三弟，唔好鲁莽啊！哎呀，大哥，我出去骑下马得唔得啊？去啦，只准去城内啊！知道啊！哼，哈、啊，刘婉玲，请。哎，张爷张爷，督邮威逼院吏要害刘公啊！系啊系啊，系啊张爷，我哋要为刘公请愿啊！佢哋唔俾我哋入，仲打人添喎！打人！大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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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个狗贼官，我大哥喺边度？唔关你事，今日打死你先得！狗贼官，行啊！快啲行，出去，出去啊！狗贼官你话？打死你讲，两位大爷要命啊！要命啊！两位大爷要命啊！要命啊！大哥，你屡立战功，仅得远位，今日又被督邮佢侮辱，要命！我睇喺呢个荆棘丛中，废妻乱凤之地。不如杀咗佢！系啦系啦，杀咗佢！器官归乡，必逃大计。系啊，冇错。要命啊！唔关我事噶，都系上边要我咁做噶啫。上行而下效啊！督邮，你仗势陷害忠良，残害百姓，本督取你狗命，今日姑且饶你一次。饶命唔得，公谢你大恩啦。这个官人，你收回他。老爷，老爷你不要走啊！老爷，老爷，老爷你不要走啊！你不走得啊，老爷。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，你不走啊，老爷。老爷，你不走得啊，老爷，老爷。你唔走得噶，老爷。唔走啊！刘备三人为咗躲避追捕，喺刘瑜帐下做咗刀围。侯公孙瓒表刘备前功，举荐佢为别部司马，守平原县令，逐渐重整旧日气象。心痛
睇，皇上剩得一两日嘅咋？你话我哋点算呢？皇上中意刘谦，自然要立佢为帝啦。不过刘辩呢边，何皇后同何进，佢哋唔肯罢休噶噃。如今之计，只有先除掉何进。何进一死，何皇后佢就佢都系靠我哋抬举嘅啫。嗯？边个？求神明保佑，保佑陛下早日康复。老臣情愿辞去，几年阳寿，划分与王儿。求神明保佑，求神明保佑，求神明保佑。阿嫲，太后你放心啦，我一定会做好呢个皇帝噶。保佑。何皇后，拜见董太后。起身啦，起身啦。皇孙，大将军入咗宫未？可能正在路上。边个走漏消息？斩！系。大将军啊，大将军，你千祈唔好入宫。大将军，你千祈唔好入宫啊！陛下宣召，焉有不去？陛下已经晏驾啦。啊！十常待民吴法宗就系想攞大将军嘅性命咋？哦，有咁嘅事？走，系边个走漏消息嘅？哎呀，此番休矣啊！听住，无论如何要严加防守。我亲自去睇下啦。何进之所以入宫，原因何在？是为刘辩争帝位而已。事到今日，你我一定要统一说辞。你啲咁嘅阉党，老子要将佢斩尽杀绝。大将军息怒，宦官之势，岂自充侄二弟之时，喺朝廷延伸极广，呢个唔系一朝一夕而成势。亦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殺絕的。
如果谋事不密泄露出去，则必有灭门之祸，请大将军三思。汝等之辈，安知朝廷大事？先帝宠爱建石，建石与董太后关系甚密，只有将此事栽在建石头上，我等方可活命。没错，讲得啱啦，应该是这样做才得的。其我们即刻赶到何太后那里，苦苦哀求她，眼下只有她才救得到我们。大将军，各小王们催促大将军速速入宫啊！叫他先走。是，大将军，宫中禁军归建石统领，恐怕早已经埋伏好了。当今之计，应正军位，然后讨贼。孟德之言，正合我意啊！谁敢与我正军讨贼？元令征兵5000，斩军任内，查立新军，诛杀顽党，扫清朝廷，以安天下。有本初相助，我就放心了。好，召集大臣进攻。大将军，外廷已经扫荡干净，内廷未敢冒进，如今何不乘此机会顿除阉党，扫清朝廷，以安天下？大将军，我认为当今之计，应先立新军，以后随途奸佞。孟德言之有理，国不可一日无君，应先正军位。臣请太子登基，早继大统。臣何俊，恭贺太子承继皇位。万岁！万岁！万万岁！兄长，你不可轻信那些大臣，宫中之事我比你清楚，设计谋害你的只不过是建石一人，一点都不关张扬他们的事。太后，
你点解要偏袒张扬之辈啊？大将军，哦，你仔细咁谂下，你我出身寒微，若非张扬等人能有今日嘅高官厚禄、荣华富贵咩？太后所言不差，不过简蛇而家喺边度啊？你哋出嚟啦！大将军饶命！大将军饶命！大将军饶命！大将军，系简石勾结董太后，欲加害大将军，实与我等无关。简石已被小人所杀，人头在此。望大将军睇在旧日嘅情面，放过我哋啦！从今之后，我等听从大将军嘅驱使，忠心耿耿，绝对唔敢有疑心啊！简石害你，叶耳被杀，你何必听信他人之言呢？佢哋系无辜嘅。看在太后的面上，就饶你们一次先。多谢大将军。听清楚了，下不为例。如果再阴谋害我，就不要怪我对你们不留情面了。多谢大将军，以后我们都不敢的了。多谢大将军了。建石阴谋加害于我，我已杀咗佢。大将军，呢个系张扬嫁祸于人，唔通你真系要放过十常侍？我要将建石一族斩尽杀绝，不留一人。唉，至于其他宦官，不必妄加残害。唔除咗宦官嘅势力，后患无穷啊！我已已决，不必多言。散啦！太皇太后，千祈唔好整亲你只手啊！你哋都系先帝嘅老臣，先帝在时都曾抬举过你哋，为何而家个个都变成哑巴？太皇太后，先帝思君未寒。他们竟然敢对太后无礼啊！就是咯，你是太后，那个何皇后，就算他的仔做了皇帝啊，他对太后都不可以不表示尊重的嘛。现在虽然说先帝颜了假，但如果太后讲句说话，未讲满朝的文武啊，就算何俊和何皇后啊，有哪个敢抗旨不尊啊？啊，是啊。而家太后是太皇太后嚟噶嘛？嗰个何俊立皇子变为帝，只不过是抢先一步啫。太后唔会嚟个各行其事咩？何谓各行其事？何后有皇子变，太后亦都有皇子协啊。何后有个哥哥何俊。太后唔通就冇外家嘅人咩？嗯，以小臣之见，宜早不宜迟。听日早朝，
太后当住满朝文武嘅面，封王子协为陈留王，再加封国舅董松为骠骑将军，俾佢嚟一个平分秋色。好，咁就嚟个垂帘听政啦。大将军。何事惊慌？今日早朝，大将军未去，董太后突然临朝听政啊！降旨封王子协为陈留王。咩话？加封国舅董仲为骠骑将军，并重用十常侍共理朝政啊！啊，有咁嘅事？啊，此事若果唔系十常侍嘅主意，咁就肯定系太皇太后胡作非为。等我入宫睇下。兄长，呢件事我睇唔见得同十常侍有关。我并冇听讲乜嘢啊，兄长你谂下，边儿继承大位，咁太皇太后佢又点会唔嬲呢？你当大将军掌握兵权，佢又点能够唔眼红啊？我谂佢嘅意思，无非系要同我哋何家为敌啫。嗯，系啊。嗰日张扬等人诅咒发誓嘅效忠于我，让佢哋亦唔敢再同我作对。太皇太后势孤力单，想拉拢十常侍，佢哋咁样做亦好平常啫。咁啦，揾个时机，你劝下董太后少管朝廷大事。嗯，都好。嗯。自己人有咩话咪讲咯，何必多礼？母后，你我皆系妇人，参与朝政，恐不相宜。嗯，昔日吕后因握有重权，干预朝政，其宗族1000多人被诛杀，遭灭门之祸。而家你我应当深居内宫，颐养天年，朝廷大事任佢哋大臣元老自行商议。呢个就系国家之大幸啦！万望母后垂听臣妾之言啦。你竟敢嚟教训我？如果当初唔系我抬举你，你会有今日咩？莫非是你的仔做了皇帝，你就恃世欺人咩？臣妾不敢，只是提醒母后。提醒？我清醒得很啊！当初你妒忌王美人，将她毒死，现在你又想来攞我的命？如果你再胡言乱语，我即命骠骑将军取你兄妹之命。我已好言相劝，母后点解咁唔通情理呢？你你仲够胆讲情理儿子？笑话，笑话！你母后，说话不能够这样讲吧。
神色出身寒微，咁冇错。但系母后你原为藩妃，如果唔系个仔过继俾下桓帝为止，又点能够成为国母呢？你我而家咁样嘅身份，仲系唔提过去为好？藩妃点啊？藩妃都系妃，总比你强上百倍。此一时彼一时呀、啊，彼时点样，此时又待点样？唔通你仲够胆杀我咩？神色点敢杀害母后啊？充其量只系敢杀猪啫。你奉侍不敢，晚辈安敢犯上？犯上岂不是作乱？皇帝岂不少治我嘅罪？你唔使用皇帝嚟吓我，我唔怕呢、這个。咁又系，太皇太后、啊、怕乜嘢啊？董太皇太后原系藩妃，不宜久居内宫，放先帝阉驾之后，更无滞留内宫之理，着其仍迁往元丰地安置，限令日下立即迁往河间。太皇太后，太皇太后食唔惯你啲粗饭，攞走！我递啲上嚟。呢个系大将军特登进奉太皇太后嘅御酒，请太皇太后赏面饮用，小臣亦好翻去交差。太皇太后，呢啲系毒酒嚟噶！太皇太后，太皇太后，请饮用御酒。
太皇太后被何俊毒杀啊！何俊一个汤猪佬，居然够胆谋害国母，哼！真系贼胆包天。嗯，我唔系我哋抬举佢，佢点会有今日啊？唉，真系靠山山倒，靠人人亡。而家我哋点办啊？唯有见风转舵咁啦。一唔系我哋投靠何俊，反正你应讲。俊虽然小谋无端，但系背后啲大臣边个唔憎我哋啊？如果冇佢哋煽动怂恿，何俊点样先帝灵前抢先立帝？而家又毒杀太皇太后，如果我哋迟不动嘅话，咁就危在旦夕嘅。嗯，唯有先除何俊，方可制住众逆啊。嗯，所以你我之势仲系响内廷啊，一定要掌握皇帝同埋皇太后，咁先至可以随心所欲噶。太后嗰度仲要小心侍候先至系啊。只要笼络住呢三个人，除掉何俊就易如反掌啦嘛。我何尝唔想消灭阉党啊？不过太后佢话宦官统领禁省乃至先朝立下嘅制度不能够随意废除啊！又话先帝阉驾不久，就要诛杀旧臣，乃系唔尊重宗庙祖先之举啊！哎呀，叫老夫点办啊？当断不断，必为大祸。大将军，本初帐下众位将军皆英俊人士，为大将军用之。将阳断归之流，散布流言蜚语，何不借此机会，正好乘机灭之？时机不可失啊！太后唔俾啊，叫我奈何呢？大将军，可召四方英雄之士，大兵进京，除却阉宦。到嗰阵时，不容得太后不从啊！妙策，妙策啊！叫主簿陈琳，叫主簿陈琳。你哋啊，都已经找到我母亲同埋二国舅嗰度啦，仲惊我保唔住你哋几条老命咩？太后，你真系识讲笑啦！有你呢棵大树啊，边个能够够胆同你比啊？吓系啊！曹操参见大将军。大将军，扫除宦党易如反掌，何必多疑呢？此事只交付一玉吏足以胜任，何必纷纷召外兵进京？一玉吏足矣，一玉吏足矣。此事只需剪除元凶，何必非要尽扫除之？如想杀尽，事必败露，我料定必败无疑。哦，我谂起啦，孟德乃宦官之后，故而怀有私情。你，乱天下者，必何俊也。董卓上表徐宦。他和十常侍的交往谁不知道？王根造反之时，他讨伐失利，选兵折将，如果不是十常侍帮他讲情，败军之将怎能够接替卢尚书？
好彩黄埔松表奏卢尚书有功无罪，如果唔系嘅话，佢仲边算有今日至得噶？点啊？董卓大夹200,000，清除宦官，易如反掌。大将军，董卓呢只豺狼引佢入京，肯定会食人啊！你太多疑，不足以谋大事。大将军啊，我素知董卓嘅为人，其人面善心狠，一入京城必生祸患，不如阻止佢入京，免生祸患啊！哼，尔等皆书生之见，不必多言，老夫主意已定。这个官我哋唔做啦，告辞啊。弃官而去，今日大将军叫召外兵进京，要杀神等，望太后垂怜救命啊！太后垂怜神啊！太后，太后，起身啦！你哋起身啦！有乜嘢咁大件事啊？你哋去到大将军府向大将军请个罪，我就同你哋求个情啦。太后，臣等唔敢去大将军府啊！太后，如果臣等去大将军府请罪，一定非死无疑噶。哎呀，还望太后宣大将军入宫，臣等。当着太后的面向大将军谢罪。太后啊，如果大将军再不容臣等，我哋宁愿死向太后面前，亦都唔想向外边等死啊！哎呀，哎呀，我哋死都要等死啊！得啦得啦，按你哋讲嘅，宣大将军进宫。哦，系。传召，宣大将军进宫。大将军不可进宫。点解啊？太后此召必定是张扬断归之计，将军切不可去，去必有祸。笑话，我趁包妹召我有何祸事？大将军啊，外兵入京，其谋已泄，其事已露，这个时候怎能够入宫？如果想见太后，要先等张扬断归出宫，然后先好去啊。此乃小儿之见也，我掌天下之权，我睇十常侍又咁点对我啦，大将军啊，你一定要去，我哋隐甲护从，以防不测。好啦，不必多虑啦。快啲行啊！快啲，快啲！Thank you.
太后、特宣大将军，其余诸人不准入内。我掌天下大权，我睇你张扬断归咁对我点？请大将军上车，请大将军上车。啊！大将军，大将军嚟啊！宦官谋杀大臣，除我杀入宫，诛杀恶党。太后，事态紧迫，快随臣出宫。唔去，我边度都唔去。快啲。你哋想做咩？唔去啊！我边度都唔去，我边度都唔去啊！我唔去啊！我边度都唔去。嗰边，嗰边，嗰边。太后，太后，太后，太后。请太后权涉大事。边儿，边儿，我的王儿啊！传令，迅速寻找皇帝陈留王。呀呀呀！陛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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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啲起身啦！何人？镇傲乡侯、西凉刺史董卓见驾。你就是董卓？朕是董卓。前者黄巾谋反之时，你讨伐失利，选兵折将，你可知罪？臣知罪。今朝廷新创，你救驾嚟得及时，实为大功一件。今后虽将功补过，好自为之。君子，朕一定尽心竭力，互保朝廷。护驾还功。万岁！万岁！万万岁！官当今天子若无能，都是陈留王聪明好学，可成大位。今日军前，你睇下佢恩威并施，
古慧德小小的年纪实在是难得啊。有此同感。我如果是徽萧帝而立陈留王，你看此事如何呢？主公，欲借废立之事以扬威，咁都系一个好主意嚟嘅。我久在西凉，呢、這个朝中之事，如何喺极短之日树立权威，立于当朝呢？我谂无过于废旧帝，立新君之举啦。废旧立新。好，公此举可收而利啊！讲嚟听下。昔日伊尹、霍光行废立之事，皆成千古名相，一代人杰。今日主公效法先人，必定名垂青史，此一利也。第二呢？呢次救驾大功，使公威住群臣之上。此事公欲立新君，谁敢不从啊？新君既立，公便可挟天子以令群臣，进而以谋天下，此而利也。你真不愧是老夫的智囊啊！由此而来，何不为之呢？虽有二利，但系却有一害。仲有一害，讲嚟听下。我朝自张和二帝起，凡喺朝中掌管大权者，好似窦宪、邓则、严显、陈范，以至新近被十常侍所杀嘅大将军何进，全部人都系横死暴亡。请主公恕我直言。拥立皇帝者，固然权倾朝野，威吓当时，但系亦将自己置于众矢之的。此一害，愿主公视之慎之。温故而知新。好，你呢番肺腑之言甚好，深思。然而我董卓并非窦宪、邓则等人，更绝非何进、屠夫之辈，既系有二利紧一害之举，何乐而不为啊？国家多难，社稷多灾，十常侍方才又嚟咗个董卓，佢哋一入京城都系咁嘅，铁甲军开路，横行街市，你百姓避之犹如恶鬼。搞到京城内外惶恐不安。唉，早知今日，
何必当初呢？近日他出入宫廷，肆无忌惮，百官惊悚，天子不宁。当初郑太、卢植等早已有言在先，话董畅面善心狠，一入禁庭必生祸患，真系俾佢哋讲中啦。我睇董畅系心怀异志，应该速速除之。两位意下如何啊？讲啦！唉，鲍教尉之言，我又何尝唔知呢？只系十常侍之乱啱啱平息，朝廷新定，呢个时候不宜轻举妄动啊。咁司徒大人，你嘅意思呢？此事且容再议啊。既然系咁，我引本部兵马离京暂回，何时讨伐董畅，我再嚟效力。大人，董大人送来请柬。嗯。董卓听日喺温明园宴请百官。董公到。老夫来迟，失礼失礼。坐啦，坐坐。诸位见谅。啊，见谅见谅。请坐啦坐啦。诸位，自西凉嚟到京都，今日仲望诸位关照一二。今日老夫略备薄酒，请诸位宽饮。诸位能够光临，不胜荣幸啊！啊！诸位，请，请，请。董公请。诸位唔使惊，我有一言，请诸位静听。自古以来，天子为万民之主，万城之尊，无威仪不可以逢中庙成社稷。而当今圣上懦弱小威，君仪失道，不如陈留王聪明好学，精明强干。我玉辉少帝已立陈留王乘鸡大位，诸位以为如何？
如若诸位无异议。你是何人？敢发此狂言大语？天子乃先帝的子，兵无过失，何得妄以挥立？哼！此举形同山刑。今日系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。主公，主公，今日饮宴之处，不谈国政，不谈国政。啊，见阳色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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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哼，走。董卓老贼，你休想得逞，走。刚才老夫所言公不公道啊？董公啊，今十常侍身灭，朝廷初定百废待举，不宜再生事端，以致上下不宁啊。是啊，老夫此举正是为国家社稷着想，本错何必多虑啊。明公察矣。昔日太甲不明，以云放于同宫，畅一王登位方二十七人，造恶三千余条，故霍光告太庙而废之。今日天子虽由，但聪明人治，并无丝毫过身。公乃爱郡刺史，素未参与国政，又无依允霍光之大才，怎可以妄谈废立之大事呢？圣人云：有依允之志则可，无依允之志则为散逆也。我先杀咗你呢个逆贼。董公息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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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卢尚书海内人望，今日杀之，恐天下震惊啊！主公受惊啦，坐啦，坐啦。诸位，董公所言废立之事，乃国家社稷之大事。依老夫睇，不可于酒后商谈，仲系改日再议啦。董公，你睇。王允告辞啦。告辞啦。告辞。董卓老贼，国家不幸，宦官弄权，以致万民涂炭。大胆丁原，上，系，呀呀呀！你系你哋啊！全部跪低！我如果得到吕布，就得到天下啦！
主公，主公，我同吕布乃同乡，深知此人有勇而无谋，见利忘义，愿凭三寸之舌说服吕布来降。嗯，你可以说服吕布？是。哈哈，天助我呀！快啲讲下，你点样去说服佢啊？听讲主公有一匹名马，叫做赤兔，我说降吕布全靠此马。同冇咗呢匹马，你就说服唔到佢？主公，吕布乃世之虎将，武将所爱者，一系兵人，二系坐骑，三为盔甲，此三样乃为将者安身立命之物。禁官吕布所乘不过是寻常的战马，他怎能够不思良驹骑乘呢？赤兔宝马对于主公来讲不过是宠物而已，而于战场厮杀性命相搏之武将来讲，无异于性命一般。吕布手上的方天画戟，身上的兽面吞头连环甲，皆非寻常之物，所缺者为胯下坐骑而已，如得赤兔之马，则如虎添翼。主公，你如果想收降吕布，我以为非赤兔马不足以动其心，亦不足以事公之诚意，不知主公可舍得此马？如有此马，再加珠宝先动其心，某再劝说陈遂利害，料他吕布必反丁原来投主公。主公欲取天下，何惜一马？老夫舍马。真系冇谂到
你会嚟睇我吓？快啲摆酒宴上嚟，请请。多谢叔兄赐我如此良机，我真系不知何以为报啊！宝剑归于壮士，宝马当属英雄。贤弟世之虎将，赤兔马中龙驹，此马非贤弟莫属啊！啊，饮。时光流逝，唔知叔兄而家喺边度呢？现任虎贲中郎将之职啊！哦，人兄高就啦。贤弟，你又点啊？而家丁刺史帐前听用。我同贤弟少得相见，但系同令尊系经常见面啊。兄醉啦，嗯，先父已气逝多年，点会与兄相会呢？非也，我系话丁刺史啊。兄取笑啦。贤弟，唔系为兄酒后多言，以弟之才，为何要屈尊于丁刺史之下呢？唉，亦系出于无奈啊。请。掌灯，掌灯。贤弟有擎天架海之才，四海之内谁不钦佩啊？若取功名富贵，如探囊取物啊！点解话系出于无奈呢？贤弟岂不闻良禽择木而栖，贤臣择主而事咩？当今天下豪杰之士，英雄人物多矣，兄弟追随丁建阳，如何建功立业啊？难逢明主啊！贤兄呢次就是为了贤弟的前程而来的。哦，兄弟当今天下，哪个能够堪称当世之英雄啊？兄但说无妨啊。无妨，但说无妨。好，我纵览天下，遍观群臣，以为皆不如边个？董卓。吓，你？为何发笑？贤弟，好似你咁样嘅英雄，一听见董卓呢个名就为之辨识。董卓真系英雄啊！兄真系识讲笑啊！点会以此策为英雄啊？董卓专横跋扈，怀杀逆之心，满朝文武有边个唔知？而你竟然，贤弟，你只知其表，不知其里，只知其因而不知其义啊！当今天子懦弱，
不足以威胁群臣，满朝文武边个心中唔知啊？而陈留王精明强干，聪明好学，强天子百倍，满朝文武又有边个唔晓啊？人人心中皆明，人人口中皆不说，你话为咗乜啊？无非系怕负不忠不义之名，怕担乱国散逆之罪啊！天子懦弱则好欺，天子精明则难报。满朝文武明里边系做忠臣，暗里边系为咗自己啊！有边个系真正为咗国家社稷着想噶？董公就唔同啦，佢敢讲他人不敢讲嘅话，敢言他人不愿言之语，敢负不忠不孝之名，敢担散逆废主之罪。董公之心何其光明，董公之行何其磊落。嗯，只话虽然闻所未闻，但似乎不无道理。然而妄行废立就是杀逆之道啊。贤弟，自古以来天下唯有德者居之，今陈留王与天子同是先帝之子，负陈留王继承大统，又怎能够谈得上是杀逆呢？此其一。其二，听讲先帝在位时就喜欢陈留王，有意等他继承大位，是何后何进强行立志，以致铸成大错。董公此时废天子而立陈留王，正是尊先帝之初衷，还陈留王之帝位，何散之有？仁兄一席话，令我如拨云见日，茅塞顿开呀。贤弟，万不可犹豫不决，坐失良机啊！如我之不才，在董公手下尚为虎贲中郎将，以贤弟之大勇大才，若依董公，必将平步青云，扶摇直上，贵不可言啊！我欲从之啊，只是找不到门路啊。贤弟，你睇呢啲系董公久慕贤弟大名，有意结交贤弟啊。呢啲系董公命我交俾你嘅。嗰匹赤兔宝马原来是董公宠爱之坐骑，亦是董公特登赠送俾你的。董公待我如此恩重啊！贤弟大名，令董公神驰已久啊！董公如此厚爱于我，只系我吕布寸功未立，未有进谏之礼啊！贤弟，功就在你翻手之间啊。董公最想除掉边个，你应该知的，就是怕你不肯啫。
吾意何事啊？我堂堂大丈夫，怎肯做你的儿子？冯仙，你何故变心？董卓金德将军，如罕苗得金露也。啊，董公，快快请起。啊，董公，请坐。吕布，飘零半生，只恨未奉明主，攻弱不弃，步而败为义子。我得奉先。真是天赐英杰呀！吾儿快起，吾儿快起！义父在上，从今以后跟定义父，赴汤蹈火在所不辞，相助义父共讨大燕。吾有奉先，大事定成。奉先我意，意在。我封你为骑都尉中郎将，高亭侯。谢义父，赐金甲锦袍。明日为父要汇集群臣，再议废立。儿愿护从义父。我命你带甲士千余人，侍卫为父左右。儿听命。诸位，今皇帝暗弱，不足以奉忠苗，我将效依云霍光故事，废帝为宏隆王，立陈留王为帝，有不从者，斩。当今朝廷初定，叫你哋入京以辅助天子安定庶民。但系你三番四次废嫡长而立庶，咁唔系谋反咩？天下事在我，我今为之，谁敢不从？天下之事在皇帝，在诸位忠臣。你不过是叛逆之辈，你想怎样？你想试下我宝剑是否锋利呢？我把宝剑都很锋利。啊，大事未定，不可妄杀啊。本座，本座。九月朔日，在嘉德殿行废立大礼，文武百官务必到场。
袁绍，袁绍，枉为汉臣，枉食君禄。董卓老贼，边个教你刺杀老夫？你敢谋反？如非吾君，吾非汝臣，何反有之？你罪恶刑天，人人怨得如诛之，恨不得将你宰干，以谢天下。奸贼，逆臣，遗臭万年。昭陵皇帝，早弃臣民，皇帝承志，海内仰望，而帝天之轻佻，威而不确，居丧万惰，否得既将，有殄大位。皇太后教务武艺，统政方乱，永乐太后暴崩，动乱或焉，三纲之道，天地之己，无赖有缺。陈留王协定得伟谋，规矩肃然，居丧哀戚，言不以邪，忧声美誉，天下所闻。二姓红叶为万世堂，知废皇帝为宏隆王，皇太后还政。请奉陈留王为皇帝，应天顺人，以为生灵之望。董卓扶九岁的陈留王刘协为帝，是为汉献帝。董卓被封为相国，战败不明，入朝不催，兼女上殿，夜宿皇宫，为乱内廷，引起了满朝共愤，天下痛仇。一场针对董卓的斗争又开始了。
袁绍喺渤海闻知董卓弄权，便写密信俾王允，谋划诛杀董卓。诸位请坐，今日乃我诞辰，在座的都是朝廷旧臣。我大人诞辰，为何悲伤呢？实不相瞒，今日并非诞辰，只因想同诸位一聚，又恐逢董卓见义，故托言庆寿。董卓弃主龙权，写经弹直难保，想高王诛秦灭楚，覆盖天下，有谁想到时至今日竟要丧于董卓之手啊！孟德，你为何发笑？满朝众卿夜哭到明，明哭到夜，岂能哭死董卓？曹孟德，你祖宗亦食汉禄，今日不思报国，反而讥笑我等，是何道理？我非笑其他，也笑众位竟无一计诛杀董卓。你有何计？某虽不才，原即断董卓之头，原之刀门，以谢天下。咁啊，系咪啊？得唔得噶？孟登有何高见啊？请跟我嚟，嚟啊！
本初此信写得都几慷慨激昂啊，只是只是乜嘢呢？只是他远远被祸于渤海，反而叫人哋从中谋事，讲得几轻松啊！依你之见呢？我徐董卓唔使一兵一卒，我听讲司徒大人有七宝刀一把，似刀吹毛割发，削铁如泥，锋利无比。你要效法五夫，行识董卓？唔得，唔得嘅，前车之鉴啊！你笑咩啊？行识老贼，谈何容易啊！老贼出营有铁甲护卫，吕布又片刻不离左右，难啊！难啊！司徒大人所虑，唔能够讲唔对，但系亦未必全对。点解咁讲？董卓为人粗犷有余，而精细不足。前者有五夫于朝堂之上行色未成，反遭残害。董卓只以为杀一儆百，其他人就唔敢再效法五夫了。但系事国不同，前次不成，此次则未必不成。道理就系咁讲，不过亦都系好难噶。董卓防人之心从未守懈，自然不言而喻。但系佢防边个呢？自然系与佢为敌者咯。昔日要嚟行色轻忌，那个轻忌有万夫不当之勇，而要嚟却系个残疾之人，点可以行色成功？咁系因为轻忌信任要嚟之故。冇错冇错冇错，佢亲信之人行色于佢，一定令佢防不胜防啊！近日我屈身事卓，董卓对我已颇为信任，举凡大小事务均与我商议，我因得以亲近董卓，出入相府已颇为方便。我若得司徒宝刀，早晚出入相府，持机刺杀老贼，必定成功。哦，孟德能有此心，天下幸甚，社稷幸甚。请上，受王允一拜。皇天后土，汉臣标记教尉曹操，誓杀奸贼董卓，上安朝廷社稷，下借天下黎民。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。哦哦，余兄去边度啊？啊，孟德，相国就喺小阁，你去揾佢啦。哦。边个？哦哦，系我啊。系你啊。今日相府之内为何如此寂静人少呢？相哥而家喺园中小阁内歇息，
啲下人去晒做自己啲事啦。如果你要揾，就自己去揾啦。哦，咁你识啦。参见恩相。嗯，孟德，今日为何来迟啊？哦，只因坐骑受弱，不堪驱驰，故而来迟。唉，马匹受弱，为何唔早啲讲呢？为将者燕良冇好马啊？啊，奉先。你要睇下啲西凉好马，亲自选一匹赐予孟德。系。谢恩相。系，咁算乜嘢呢？恩相代某恩重如山。此策力大，未可轻动。恩相，老夫略感倦乏啦。哦，恩相请便，孟德在此侍候。嚟，孟德，你做乜嘢啊？哦，曹操近日得七宝刀一把，献上恩相。哦，好刀。果然是好刀。冯谦，守低佢啦。来来来，看看冯谦选的马匹怎样。好。
好马。哦，果然是匹好马。嗯。哦，多谢丞相良马。此马姓烈，你要小心啊。我自会小心。义父，即才曹操行有行色之状。我都有啲怀疑啊。哦，相国就喺小国，你去啦。莫非被揭破之后故意装作献刀？丞相，曹操冇妻室喺京，独居寓所，可差人将佢召嚟。如果他肯来的话，则是献刀；如果他推故不来，便是行色无义。派人前去召他。走走。丞相，曹操果然是行色。曹操根本冇翻去寓所，佢乘快马飞翻去东门。门使问佢，佢话丞相差佢有紧急公事，纵马出城而去。我如此纵容佢，反而害我。哎呀！丞相，此事。可能仲有同谋。同谋？务必捉住此贼，追查同谋。遵命。丞相，应速速画影图形，报告各地捉拿曹操。放我出去！你抓错人了，还放我！
俾我，俾我！我系路经此地嘅客商，福姓黄埔，快啲放我出去！快啲放我出去！系献上去请上，亦或系放咗佢咧，将佢交俾董卓，天下人都会闹我。放咗佢，我个前程。看起上嚟是有啲似嘅。是啊是啊，天下人好多相似噶。你哋捉错我，我唔怪你哋。快啲放我走啦！啊，暂且监禁起嚟。你哋捉错人啦！你哋捉错人啦！放我出去！快啲放开我！快啲放开我！放我走啊！一家你捉错人啦！你哋捉错人啦！放我出去啊！曹操，你认错人啦！我福姓黄埔，何必隐瞒呢？我当年前往洛阳求官嘅时候，就认得你曹操啦。听讲丞相待你不薄，你点解要自取其祸啊？燕将，安知鸿鹄之志？你自比鸿鹄，安知别人便是燕雀呢？唔好再啰嗦啦，既然被你捉咗，就快啲解去请上啦！你点知我要请上啊？上千金风万户后。还未够咩？千金之数于我小小的县令确是不少，万户侯对我来讲更是梦不敢求。不过今日在大堂之上，我本可将你立即押送京师立功受赏，点解会将你暂且收监，而且冇点出你嘅身份？
咁唔通你要放我？你又点知道我要放你啊？咁究竟想将我点啊？我只问你，丞相十分器重于你，你点解行食于他？依其中里面嘅缘故，我早上细食汗露，若不思报国，与禽兽何异？我所以屈身于董卓门下，只系想寻机刺杀老臣。点知谋事不成，前功尽弃。呢个亦系天意。我唔知道你今次要去边度呢？我将归故里，发矫诏，号召天下诸侯兴兵共讨董卓。共讨董卓？共讨董卓，匡扶汉室。请上座，受我一拜。阶下之仇，点敢受此大礼？啊，请坐。唔敢，因公请。请。唔知道你故里喺边度呢？哦，老父同家小皆在东郡。哦，我妻子家小亦喺东郡啊。哦。咁样，我哋仲系同乡啦。敢问县令大名啊？某姓陈，名公子公台。唔知你归乡之后，点样号召天下诸侯呢？今日天下大乱，诸侯兵起。我归乡之后，欲散尽家财，招募乡勇，集合军队，以壮实力。而家冀州袁绍原本错，预谋相后，袁氏在朝，四世三公多故嚟，树大根深。我想同佢相约，伐击民国州郡，召天下诸侯共讨董卓，以清皇室。料必有人响应嘅。哦。董卓在朝，祸国殃民，横行无忌，天下皆欲除之。公此举，顺天应人，必定成功。公确系成大事者啊！不过而家，你仲以为我仲要介你请上咩？我陈公绝非玉利，只系平生未遇明主。我今日感功为国为民一片忠义，我欲弃此县令，随公共图大事。公台啊！啊！呢度有一个姓吕名白车，系家父结义兄弟。而家天黑啦，就喺度借宿，点啊？仲可以打听家中消息。既然系灵尊嘅结拜兄弟，咁啊最好啦。走。去。
你找边个啊？哦，你屋企主人喺唔喺度啊？啊，喺度。老爷啊，有人找你啊。啊，你是老伯，我是阿门啊。哦，阿门，快啲入嚟啦！快啲，请老伯，请。请坐啊！好，公堂请。好，请。阿门啊，我听讲，请下。我听讲朝廷行咗文书，话要捉你噶噃。你点解？点解仲嚟呢度啊？你父亲已经去咗陈楼嗰度避难啦。一言难尽啊！我行食董卓未成，连夜逃出京城，行至中牟县，被捉入县衙。如果唔系陈县令器官与我共逃，小侄早已粉身碎骨咯。哦，哎呀，哎呀，小侄若非事君，曹氏灭门咯。啊，系啦，士君你坐啦吓，今晚就喺呢度住吓。打交老伯啦。你哋喺度坐下先吓，我出咗去就翻嚟啦。请。啊。啊，老伯。老夫屋企冇咩好酒，我而家即去西村买啲酒嚟款待你哋吓。多谢老伯。今晚可以瞓翻个安乐觉咯。公台，公台，你听下，系咩声啊？吕伯车非我至亲，去时匆匆，有良久不归，实实可疑。如果唔先落手，必遭擒杀。老伯叫家人烫住，系要款待我哋啊！唔杀好人，唔杀好人啊！
亦无用，你我速速逃走。唉，老伯果然是去买酒啊。嗯。贤侄同埋史君点解要走啊？被罪之人不敢久住。贤侄史君啊，你哋唔好走啦！我已经吩咐家人杀猪相待咯。贤侄史君，你哋啊翻嚟啦！你哋翻嚟啦吓！翻嚟啊！你哋翻嚟啦！贤侄啊，乜你满身？老伯，你睇下后边边个嚟咗？头先杀人系误杀，而家又为何啊？白车翻到屋企，见家人被杀，点会甘休？若率众嚟追，我二人必遭其祸。老伯，老伯，老伯啊！喊嘢冇用，走啦！你明知而故杀，你太过分啦！灵鹫，我负天下人，又教天下人负我。我为国家跟佢嚟呢度，杀佢不易，但亦绝难与佢共事。我走了，你成你的大业罢了。曹操返回陈留之后，散尽家财，招募疑兵。他联络袁绍，向各州郡遍发土董核文，好快得到天下响应。1902年正月，十八路诸侯为匡扶汉室，歃血为盟，共退袁绍为盟主，共同起兵。
讨伐董卓。韩室不幸，王纲失统，贼臣董卓乘恩中害，和家自尊弱漏百姓，少等恐社稷沦丧，集合之兵共赴国难，凡我同盟齐心合力，以至神节，必无二致。有如此盟，天诛地灭，皇天后土，祖宗命令，实皆减之。凡我同盟齐心合力，以至神节，必无二致。有如此盟，天诛地灭。我命长沙太守孙坚为先锋，进兵汜水关，大军即日起程，兵发洛阳。十八路人马进兵洛阳，如何应付啊？嗯，父亲勿虑，关外诸侯报事之如同草芥，而愿提虎狼之师，尽斩其首，源于刀门。我有奉先，尽可高枕无忧啊！丞相。杀鸡焉用牛刀啊！华将军，丞相，不劳温侯亲王斩中诸侯的首级，如同贪狼取物啊！末将愿同往。好，华将军，我加封你为骁骑校尉。谢丞相。你等四人星夜赴汜水关迎敌，斩将立功后，另有封赏。谢丞相。兄弟，那个孙坚人称江东猛虎，而家盟主就派佢做先锋。如果夺得头功，咁你我兄弟就兄长之意。我拨三千人马俾你，抄小路先到汜水关前挑战。如果能够打破关口，咁斩将夺关嘅头功，岂不是？对，等小弟去抢佢个头功，正合我意。知啊，知啊。
暴动将军提前到汜水关挑战，暴动将军被华雄斩首。走。哎，饮。饮饮饮饮饮。请。华将军，旗开得胜，教奉旨一个回合就将鲍宗嘅人头斩落地啦。佢死咗都唔知道系点死噶。十八路诸侯，乌合之众而已。嚟饮。饮饮饮。保华将军，鲍宗首级戒指京师，丞相嘉奖，加封将军为都督。嚟饮，成啊！嚟饮啊 ！Go！ 选剑关峡挑战，好，等我饮完呢一杯，再杀佢都未迟。行啦，都督，都督。孙坚手下有四员猛将，不可轻敌啊！哼，报，胡真被孙坚斩咗落马啦！吓，果然名不虚传啊！传令，乱箭齐发！队形冇乱，冇乱啊！保住队形！顶住！报将军，我家将军在汜水关前旗开得胜，斩贼将胡真，取关只待时日，而家军中粮草不足，望将军早发粮草，等我哋杀入汜水关，入到擒拿董卓。孙将军真将才啊，命不虚传，命不虚传啊！我家将军多多拜上员工，还望员工早发粮草。你回营先，上覆孙将军就话粮草即日就到。多谢将军。何必多礼呢？皆为国家扫除奸佞，理应如此嘛。谢将军。主公，嗰啲粮草，既系孙坚营中缺粮，自然要分拨俾佢嘅。只系嗰个孙坚如果攻破汜水关，咁朱老英雄面上咪冇晒光咯。所累正事。主公，孙文台系江东之猛虎，如果攻入汜水关，打破洛阳，诛杀董卓，无疑于随狼而添虎啊！不如唔俾粮草佢，令其军自散。咁唔系为主公去一争功之境地咩？言之有理啊！都督，都督，探子报告，袁术唔肯向孙坚发粮，孙坚大营已经大乱啦！果然不出我所料啊！乌合之众矣。袁术怕孙坚夺得头功，故不发粮草，好似咁样以虞我诈，谈何会盟啊！而家正系都督建功立业嘅时候啦。依你之见，依末将睇嚟，何孙坚呢一路人马就喺今晚啊！
主公，你头上嘅只迹太显眼啦，快啲同我调转啦！主公向嗰边走，等我引开追兵。想不到啊，孙文台竟然败于华雄之手。前日啊，鲍将军之弟唔听调遣，擅自进兵，杀身丧命唔讲，仲损失好多兵马。今日孙坚又败于华雄，唉，真系出师不利，锐气大伤啊！诸位，你哋点解唔讲嘢啊？公孙太守，你背后所立何人？此乃自幼同舍兄弟，平原令刘备、张约共来讨伐董卓嘅。莫非系破黄巾嘅刘延德？正是。啊，久闻大名啊！呢位刘远令乃中山靖王之后，孝景帝元孙。既是汉室宗亲，取座来。我非敬你是名将，乃敬你是帝室之胄，请坐。多谢盟主赐座。报盟主，华雄引铁骑下关，用长竹竿挑住孙太守嘅赤筋戟喺寨前大闹挑战啊！边个敢出战啊？小将愿去。好。报盟主。于是同华雄战到三个回合，就俾华雄斩咗啦。乜嘢话？盟主有方，我有上将潘凤可斩华雄。好，调将军出战。系。末将遵命。何兵起嚟。被华雄斩咗啊！可惜我上将颜良文丑未到，如果有一个人在这里，何惧华雄？小将愿斩华雄之首，献于帐下。你是何人？此乃刘延德之弟关羽关云长。现居何职啊？跟随刘延德做过马弓手，
竟敢欺我张虾武人，一个小小的攻守竟敢在此胡言，所有同我乱棍打出去。请息怒，此人既出大言，必有用略，令出马如其不胜，责之未迟。要攻守出战，必被华雄耻笑。此人仪表不俗，华雄点知佢系攻守啊？如若不胜，请斩我头。壮哉，攞走嚟。云长，饮此热酒，以壮胆气。摆低先，翻嚟再饮。呢杯酒仲热，请。我二哥斩咗华雄，不如我哋趁此杀入关去，活捉董卓，等待何时啊？行啊！听到，我哋大臣上至谦阳，你乃县令手下小卒，我系敢在此耀武扬威，左右。我赶出去。得功者赏，何必计较贵贱呢？既然你等只从一元令，我自告退。哼！走！岂可忍一言？言大事啊！佢算咩嘢啊？丞相，目下华雄被斩，贼势又一时好大，千祈唔好轻敌啊！袁绍之叔袁伟现为朝中嘅太傅，如果里应外合，其害非浅。此事不能不虑啊！即刻派兵围住袁绍府，满门诛杀。卓老贼，我与你势不两立。你决国耻，在你二人率兵五万前往汜水关，
守关，不可厮杀，只准固守。遵命。李如奉先，范筹张济，你等随我统兵十五万，直去虎牢关拒敌。遵命。乔武在，鲍迅在，袁维在，孔融在，张扬在，陶谦在，董宣赞在。你等八路合兵一处，前往虎牢关迎敌。是。孟德，引兵于两关之间接应。是。兵发虎牢，势擒董昌。兵发虎牢，势擒董昌。兵发虎牢，势擒董昌。边个敢出战啊？唉，我去。此乃何人？此乃何来名将方圆？穆信，呢个人英勇无敌，可会合十八路诸侯共商量策？只有先擒吕布，先至能够诛杀董策。等我去迎战。三姓家奴，燕人张飞在此。
擂鼓助战。砍刀！呀呀呀呀！今日虎牢关前，八路诸侯大战吕布，获胜而归。盟主命我等进兵汜水关，你哋以为如何啊？主公，前日受挫，祖茂被杀，怨气大伤，驾不宜进兵。主公，葛元帅总督十八路粮草，既然到临，唔发粮草俾我，主公何必为袁氏效命呢？程普、行当，在你两个跟我去袁术营中一行，遵命。公路，我同董卓本无仇戚，今我奋不顾身，冒住生命之险嚟决死战，上为国家讨贼，下为将军家门之私，而将军却听谗言不发粮草，致使我败于华雄。将军于心何安啊？
正是此人献计，不发粮草。将军，呢个唔正之小人之意啊！仲敢抵赖？左右，对，赖出去斩啦！系，将军要命啊！将军要命啊！将军要命啊！我唔听小人之言，还请主公多多原谅。袁将军既然杀咗此人，误解亦就解开啦。今后要齐心协力，不可再生疑念啦。问台所说极是。孙将军，寨中有事，请你速回。系咁，孙坚告辞啦。哦，问台，请。李决拜见孙将军。你？你嚟做咩啊？奉丞相之命而嚟。董卓派你嚟咩事？丞相所敬者为将军耳，咁特使我嚟结亲。结亲？丞相有个女，玉佩将军之子。收声！董卓逆天无道，欺凌皇室，我宜得二旗九族以谢天下，怎可以同逆贼结亲噶？将军，你烂，你同我烂啊！你同我话俾老贼知，要佢速速献关。烂，早早献关，要你性命；倘若迟误，粉身碎骨。系。食啦，饮啦。孙坚无礼，唔怪末将噶。哼，仲唔快啲退下？系。饮我个甜啦，嚟啊！提亲不成，奈何啊？主公，温侯身败，兵无战心，不如引兵且回洛阳，千刀长安。前道，对，前道。长安地广人丰，乃历代帝王建都之地。方主公喺嗰度经营咗多年，基础雄厚，且又潼关天险，既可远避群雄之风，又能够凭险据守。主公。有冇听过一首童谣啊？童谣：西头一个汉，东头一个汉，六走入长安，方可无私难啊。何意呢？西头一个汉，乃应高祖亡于西都长安，全一十二帝。东头一个汉，乃应光武亡于东都洛阳，至今亦传一十二帝。天运合回，丞相若是迁回长安，方可无忧啊！如果唔系你讲啊，我实在谂唔透其中之意啊！童谣，
预计天意。好，圣爷回师洛阳，商议迁都之事。臣拜见陛下。盟主，呢个时候唔去追击董卓，更待何时啊？没错，个董卓焚烧宫室，劫持天子，致使海外震惊，不知所归。此社稷危急，存亡之时，怎可以按兵不动啊？董卓涉于十八路诸侯之势，位被封王，此有迁都西顿之举。虎牢关一战，吕布战败，兵无战心，我军士气正旺。此时一战，则天下可定，怎可以疑而不进，坐失良机呢？诸侯兵马已经疲困，进兵只会无益啊！系啊，进兵有益噶嘛？孰子？